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本次嘅有机会翻来谈嘅话语。弟兄姊妹，一百多年前，哈人杰吉登开始用火茶，为咗人民能够第一本来坐咧火茶，人杰的政府吉登就出了日本的茶籽，就系作为坐火茶嘅指南。一个指南哈，就系讲四件事情，第一就系。爱滴热爱去那杯，第二热爱坐那一条的火车，才能够去到那杯。第三，热系咩在半途热爱搬茶或者爱转茶热爱滴。第四，当你坐火车的时候，莫带太多东西，方便你上下火车唔会困难。那听起来咧，嘅指南系很简单嗬，但系其实系很重要嘅，是佢哋真能够啲人民能够去到佢哋那去嘅地方，即家里边冇火车嗬，但系其实嗬，咧指南也对自己一样很重要噶嗬，因为自己爱出门嘅时候，自己当然也爱啲自己去那杯，自己要买茶，买做备记，做备记嗬。将去到那杯哈，嗰阵啊，自己又冇带太多东西哈，很麻烦，很麻烦哈，自己出入啊上下也唔会很麻烦，挑战咩门？其实哈，就好像耶稣讲自己啲啊，自己人在发在呢个世界上就系一趟嘅路程哈，自己就系喺经过一个路程，当然自己人生嘅路程系去到两集。可能的地方，第一个地方就是纯真的天堂，纯真的生命，纯真的生命哈，就是一个欢乐的地方。但是第二呢，就是纯真的灭亡哈，纯真的受苦。所以自己当然要按确实的地，自己要选择原本的路，才能够去到纯真的生命，就是享福的地方。其实哈。人出生过后啊，佢第一就系成佛，剩下人佢磨潜咧，佢最终要去到呢啲，就会日日啊日日啊咁过嗬。也很可惜。耶稣佢来到世界上，其实佢就提醒自己，你记得系万人创造你，你最终嘅目的系埋地方。所以耶稣。佢本次嘅安清楚嘅指南啊，就像你可以坐火车，或者你可以搭飞机，或者你可以搭巴士，你可以去呢啲都好，要指南，要票，讲你听多点出发，多点多。耶稣佢在圣经上也安清楚讲这个谈。第二，耶稣曾经咁样讲啊，佢讲。爱本身就是透露真理和生命，若不是透过爱，无一责任要去到天阿爸界地。佢讲出很重要的真理，佢是透露路就带定自己去一个地方，无路就去唔到。真理诶意思就系讲，佢就是真呢。佢带定自己去嘅天朝系好嘅，佢系爱救自己，佢唔系像魔鬼爱骗自己，爱抢自己或者消灭自己，所以佢唔系带自己去灭亡嘅路，佢爱带自己去人生，就系幸福嘅路，也喊作真理。另外，耶稣佢讲佢系生命。佢做出来咧，佢担当自己的罪，但是等佢生灭过后，佢复活，佢真心死亡，佢一真心带来死亡嘅罪恶，所以佢就系生命，佢死像自己一样，会死，但系佢复活，即系讲死亡啊，唔会踏定佢啊。佢就系生命，佢意思就系讲，佢唔会本质噶，亦系尽人唔会灭亡，也唔会死嘅生命，也就系自己所向往嘅
天堂，或者是人生。所以耶稣的指南很清楚，但是唐人人哦，有信心没呢？有听没呢？明白没呢？当然哦，当这个浅浅的思考，这个天出会分明，这个天出会看得出，出或者不出。感谢主哦，我最劝啊，唐多日子本地不相信耶稣的人啊，其他些就相信那位宗教，其实宗教教义的是 A 的条路。过后啊，其他的耶稣的道理啊，其说啊，我真的啊，我宗教教义的不是真理，不是真实的道路，也不是带半年生命，因为其宗教教义十年，教义闹年，教义爱强迫人的命，教义爱得出个好处，佮最后明白嘞，佮按勇敢啊，讲出了见证。爱听耶稣，因为耶稣是道路，佮是真理，佮是生命。所以师母，耶稣本是佮一只按清楚的指南吼，就会就个一个去到人生的地方。一个就地，其就会二条的路，真能够带一个许多个位吼。错。啊，耶稣基督单单阿样讲起，只系真理，佢就发出来那个真理吼。嗯。所以一个唯有先接，相信佢，听佢一个等，能够平平安到许多耶稣俾一个准备嘅福乐嘅地方。很有意思诶，就系从来啊，冇啲集宗教嘅良消息讲咁样法。错。所以当这个爱真实方面哦，这个唔单枪烹热方面，这个爱真面具系唔系真咧？这个看到天灯啊，天底下这个磨撇条路磨撇的命，要靠靠几得救诶？就单枪系耶稣。所以耶稣就会这条路带这个去到天堂。但系这个一问。离条路也没得路呢，就是按宗教的话哈，啊，系咩按改行，或者系按南行，系咩按合，或者按法的路，到底离条路系也没得路，啊，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嘅按坦帕嘅讲这个地哈，耶稣也问讲，佢讲啊，你等爱入嘅系西嘅门啊，因为。人人托人去到灭亡诶，吼，行门去发诶，行路就去太诶，入去诶人也多。人托到尽身诶，吼，行门啊去合诶，行路就少，就潜咗一人就系少诶。哇，人类吼，虽然一条路系带半只个尽身，但系耶稣一按坦白讲自己啲，呢条路唔系按容易行嘅路啊，你问啊，咩按改嘅，嘅门要合咩，嘅路要按细嗬，做咩不按用啦？啊，你就会自己思想嘅认真，因为自己信耶稣之后嗬，自己就会遵行耶稣基督所教训自己嘅很多嘅圣事。啊，自耶稣爱自己，爱人。爱饶恕人，耶稣爱自家过着心洁的生活，哦，莫讲偏话，莫骗人，莫闹人，哦，啊，呢等嘅事情，哦，唔系人人都喜欢嘅喎，系嘛？人家个喜欢嘅咪呐，啊，佢欢欢乐乐，佢放纵嘅嘅事就，佢爱做埋，佢都做埋，佢唔爱要执着束啊。佢知道佢想做埋，佢都做埋；佢一鬧人，佢都鬧人；佢一偷人嘅東西，都偷人嘅東西；佢一騙人，佢都騙人。佢唔會笑到作數。所以耶穌講：嗬，呢條路本來就係唔係按當人去嘅路，因為我見過嘅呢條路嘅人啊，嗬，佢我行按多嘅挑戰，按多嘅困難。啊，所以認錯人嘅人故，嗬。爱行呢条路嘅人就按受，亦即系讲自家啲，当自家信耶稣，自家按照呢条路嘅时候，自家就
可能每本人离去哈，一家身边很多跟人出家一家不相同，看到一家新的家属，给咱唔一定要喜欢一家。嗯，就风吹作恶，即个唔爱停机，佢就知道哇，你即个讲你很骄傲啊，你面对你很强，你面对你格外的唔相同，你很心结哈，啊，佢就唔放弃了，放弃咧，哈，所以人有就因为人哋人管啊，人就唔喜欢自家，佢会排斥自家，佢会闹自家，会讲自家嘅坏话，啊，甚至。会伤害自己噶，但系自己要记得嗬，就系虽然你系唔会按容易行嘅路，但系自己要知，佢最终系要带到自己去到正常嘅道路。耶稣讲，一法嘅路多人行嘅呐，系去到灭亡嘅，最后系正常嘅痛苦。但系要去到了嘅天堂，正常快乐嘅地方，虽然难行，但系自己就要坚持到底。啊，我记得吼，就日记发言讲无，日记发讲吼，爱去天堂吼，嘅路啊，就会天堂咧。啊，虽然一天堂蛮多，但系自家奔走了天堂嘅路，就好像天堂一样。就好像当自家出门去旅行，或者去日宅自家按喜欢嘅地方，啊，虽然一个过程系按辛苦，但系自家都知道按欢乐吼，因为自家第时个去那边。啊，路程可能按辛苦，但系自己都带着一只积极盼望的心来过，因为自己要日日，就系自己超过多咧，自己去嘅地方，自己人生就一种噶，因为自己对自己去嘅天堂快乐嘅地方，所以虽然在呢个过程中可能会按辛苦，但系自己也存着信心、忍耐嘅心来奔走。耶稣讲自己啲嗬。原来多大的人就会得救啊！嗯，嘿，我想到吼，按当年当这个传福音本记啊，佮每信耶稣，佮理由就是，信耶稣按苦，我知道基督一面拍喎，信耶稣的人是落客门行窄路的人啊，啊，基督一面拍，剩下这个信耶稣，这个又唔会唔记得吼，啊，半顶。有挑战有困难，有别人的取笑或者别人不喜欢，但是这个最重要就是爱讨上帝的喜欢，因为救这个救主耶稣，佢得这个强下，所以当这个讨佢的喜欢，佢安放弃这个一次都安满足，这个行走一唔会次都有冲突，因为这个地这个系做错的。唔系做错嘅，还有就系第三，当自己行呢条路啊，其实慢慢有很多嘅挑战，很多嘅黑暗，或者很多自己落伍啊，自己软弱啊，会消灭，会感受自己热心，所以你阿保罗啊。佢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，佢咁样讲啊，就系当佢就爱结束嘅命咧，啊，佢老咧，佢一啲佢因为传福音，本人作戏落暗箭，佢一啲别人爱显发佢啊，当佢讲到最尾啊，佢咁样讲，佢讲我呀已经打偏咧咧比赛。我已经走透了我要行的路，我已经守住了我要遵守的道理。他意思就是说，他真实啊，其修多大，就是说，他不会因为有困难，他就啊，行到半路，啊，不会行了，啊，不会相信了，啊，不会继续侍奉了，啊，不会继续来求了，不会。基地，基一行就一行多大，基地最终基会得出荣耀的冠冕，所以基一行多大，啊，就像人家比赛嗬，啊，比赛跑步，啊，或者系慢行，啊，或者系骑脚踏车，行多一班，你冇继续
哎呀，恩晒人吃，你冇？你行到一半呢？嗯。上下几条闭水眼，吃安开哦。嗯。几条行到哎多年哈，几条知道哎呀，挨唔了咧，挨唔了咧，挨冇力冇力咧，挨挨是哎投降咧。嗯。但是当结投降就浪费咧。给过去的路程啊，很久以来行多见投降浪费了。嗯。所以波罗的意思就是说，此家爱行多大，嗯，此家爱停多大。耶稣基督在前头咧，嘅荣耀的冠冕定定此家咧，所以行多大，门定不要困难。嗯。啊，买时胎买时节，此家年纪。年轻年老，隆重都有困难。嗯、但是当自己的爱行多大，自己一啲上帝嘅天足伴自己力量，行多大。嗯、所以自己盼望系咪？照唱菠萝一样，行嘅而家必须喎，嚟打拼啊！嗱、嗯，诶，天足诶，必须多潮。嗯、照唱菠萝结讲，嚟而家走啊，呢条嘅路。啊！我一照多大，照超级，还有结果，我已经相信咧，我已经持守咧，我就爱遵守多大，嗯、我唔爱放弃。啊，保罗本之家安泰安泰吉利哦，佢安多困难，佢唔爱得先喎。啊，之家避气佢啊，冇可避啊，啊，之家唔抢劫，所以技巧之家一向。很多过去信耶稣的年后，自己天长后。所以弟兄姊妹哈，圣经本自己看见，了解许多人生的套路嘅指南，啊，体质的指南就会了解套路就会在耶稣里面。嗯。因为背着耶稣已经系套路真理啊，生命，生命哈，能带自己许多了解人生的生命。但是耶稣也按坦白讲自己的，自己社会路唔咩容易嘅，啊，咁门要合，嘅路要细，诶，业一人也按受，但是背照按样嘅路将后代自己去到人生，所以第三咪就系自己爱效法保罗，哈，虽然按辛苦自己行，诶，打拼多大哈，啊，当自己后维持多大自己就会得着上帝俾自己。而别嘅冠冕，就好像一只比赛跑步嘅人，佢跑到终点，佢就会得着，佢会得着嘅奖赏。啊，还有一点，自家冇忘记嘅嗬，就系虽然自家爱走呢条人生嘅路，唔系咁容易，咁多嘅困难，但系自家第一，自家唔系孤单，一齐行。系要心连，要心连，大家自家同齐，你就会做耶稣所本自家最宝贵嘅真理。主耶稣讲哈，一个心灵就是破灰事啊，破灰事简单来讲就是陪自家嘅人啊，陪自家行路嘅人啊，就会讲啊，自家行路嗬要人在自家身边咯，来陪自家行，自家就唔会知道孤单啊。当自家疲倦了、倦意咧啊，就身边嘅人会帮自家鼓励啊，自家只要灰心啊，就。身边的人来帮自己打气，哈，来继续行，啊，来安慰自己，啊，来做些心灵的工作，甚至当自己知道，哎呀，软弱啊，想放弃的时候，心灵会继续来加添帮自己力量，使自己能够坚持到底。所以自己的，自己唔系单单一责任，自己要心灵随时的给自己做一下做，做自己最好的随判来。自己走这条的道路。阿门。阿门。